他是阿里工厂的负责人，阿里童基会的会长，国中小家长会的会长这是易祥中长十号常杰中长，他原来我们的监事，他在交通公司服务非常热心。十一号坤俊中长，那么后那个李监事，我们有四位监事第一位号是清俊中长，清俊中长他是台中市工商。